恭喜啊！这慈善拍卖的影响力可是越来越大了。吴总啊，我可不生产慈善，我只是慈善的搬运工。那真正的大慈善家，那得是你们。你啊，永远都这么谦虚。哎，怎么没看到小韩啊？以前不一直都是他策划主持吗？韩英啊，他最近正在忙着筹备一个新的展览，等下次有机会一定介绍你们认识。那说定了啊！好，有机会打球啊。好，慢走。 喂，刘总，再见。我和你的命运安排就像一见钟情，你要不答应我，我就像那心一样碎了，和这花一样凋零了。还差两分钟，你再不跳下去，我就要去工作了。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 见你就深深的爱上你，这种爱把我给燃烧了。我从来没有这样感觉过。还有，你不理我就跳下去了，你不答应我就跳下去。哎，到底什么情况也没说清楚，咱们就这样上去能行吗？ 这哪是晒太阳呀，这明明就是烤太阳嘛！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我这现在腿软，你们上来把我扶下去。你可搞清楚了，我们是保全，不是保姆啊！你先回答我，是你自己爬上去的，还是有人威胁你？这很明显嘛，肯定是我们的申大明星，以跳楼威胁的方式跟人表白，结果别人看不看他一眼还不知道呢。 没空陪你在这演戏，收工，立夏，拜拜。申永龙先生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哎，我要投诉你们，我要投诉。哎，哎。哎呀，早知道。
让他撒去了。这样可好啊，我成猪八戒招亲了，里边不深了。回来了，哎呦，我辛苦辛苦辛苦。青龙没事吧？什么事儿啊，根本就是瞎胡闹，还想拿投诉来威胁我们，切，互怕互呀。瞎胡闹？那瞎胡闹通知咱们干嘛呀？对不对？啊，他把咱们锅当什么了？你怎么没教训他？我当然得教。岳振宇，你不要瞅着我们立下笨就进点了挖坑。说吧，那家伙是不是打电话投诉了？你等一会儿。你说谁笨呢？不笨，但也不聪明。你们都欺负我，我不理你们了。说吧，那家伙提什么要求了？如果他提的要求不是非常过分的话，我们是可以考虑答应的。淡泊，你说呢？先听完条件再说。这个就是，他希望你们当面跟他道歉。什么？不可能。他是咱们的顾客呀，对不对？道歉不可能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。哎，大伯，你怎么也这样啊？哎呦！我要去董事长办公室啊，稍等一下，好。立夏。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您不是约了我今天晚上吃饭吗？傻丫头，我说的是明天晚上。是吗？那我可能记错了。短信又没看吧？那行，那我明天再来。哎，既然来了，我带你吃好吃的。可是我看您急着出门，没关系，您要有事不用管我。好了，还有什么比陪你更重要啊？走吧。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嗯，叔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饿，你吃吧。那不行，你得吃。嗯，我真不吃，真不吃，真不吃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叔叔？没事。今天打球，抻了一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谁眼红叔叔有钱，想绑架你。嗯，你呀。这保全做的都快神经了，要不到叔叔公司来吧？哎，我可不去，我是只会打，去了你那儿也是捣乱。嗯，小佳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嗯。小姐，啊，你的东西，谢谢。小立夏，韩英师姐，真的是你啊！想死我了。来，你坐。哇，师姐，你现在变得好美啊！咱们俩好多年没见了吧？哎呀，你想死我了。师姐，你吃饭了吗？这样。你一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吃，正好我把玉池叔叔介绍给你，他对我也特别。立夏，我现在还有事儿，明天我们咖啡厅见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记得打给我。嗯，那好吧，那我们明天见啊，师姐。好，玩吧。嗯，好。来，是小立夏吗？怎么，也给你打了？她这个小丫头啊，见了多年未见的师姐，给我打了半天电话，把我也整得睡不着了。看来啊，我们小立夏还真不像咱俩，都老了。
爱的邓博小姐，那个字我永远都不想听到。妹妹，我永远18。自己骗自己，有意思。对了，你说岳正宇突然给咱们放一天假，是良心发现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我估摸着他正在忽悠申佑龙呢。我把那仨女的开除了，怎么样，兄弟够不够意思？够意思，那妥妥的了啊，没毛病。拿合同来吧。哎呀，这都准备好了，你说真的是太爽快了。签证是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哎呀，龙哥呀，齐活就是这么讲究。来来来来，再喝一杯。来来来，兄弟兄弟，真不能喝了，咱改天啊。那你甭送了，甭送了啊。那行，哎，走了啊，慢点啊。哎，到手了。我说你这个月八批怎么舍得给我们放一天假呢？原来玩这一出呢。不是，这个你们三姑奶奶从来没把我当老板看过，是不是？她要揪着我不放，我只能来这桌，这叫机智。可是你刚才不是跟她说已经把我们三个人开除了吗？开除不能返聘吗？啊，我上哪儿找你们三位啊？又漂亮又能干的大美女呢，对不对？不容易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咱们是朋友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合同都签了，你看看，钱呢那是。我看你是把我们当成摇钱树了吧？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，我跟你说，林欢你就不能这么说话。哎哎，哎呦，坐没坐？好痛，好痛。师姐，等很久了吧？没有，我也刚到。师姐，你现在是真的很漂亮。我不是说你小时候不漂亮啊，我的意思说你现在比小时候更漂亮。哪有，都老了，比不上你了，青春靓丽的。转眼间，以前爱哭鼻子的小丫头都长成大姑娘了。小立夏，你什么时候下山的？现在做什么呢？国威公司。师姐，你听说过吗？国威保全。哦，听说过，非常有名的公司。我现在可是我们公司的骨干。这么厉害啊？那以后师姐有事儿，你可得帮忙啊。那当然了。师姐，你喝东西。嗯。选对了行业而已，怎么，你也想赚大钱？要不辞职过来帮师姐？你怎么跟玉石叔叔一样啊，都想让我辞职？我做保全做得挺好。第一回见面的时候你就一直说这个玉石叔叔，怎么，你喜欢上他了？不是，怎么可能，我就是这。喂，什么被偷了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小丽夏，师姐有点事儿，我们改天再聊。不是，什么东西丢了？下次展览最重要的一件艺术品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客户交代。这事儿找我呀。你是保全，我这是丢东西，
再说接不接任务要你们老板说了算，你这样独断专行不好。没事儿，我们跟一家人一样，郑宇哥要是不同意我就揍他。你凭什么不同意接单呀？咱们这个事情没有查清楚呢，我不可能接单，还有我得为你们的安全着想吧。再说了，咱们的工作范畴并没有说要给金主寻找丢失的东西吧。那当初蓝天儿连钱都没付，你不一样让我们出任务，这次轮到我师姐怎么就不行了？我师姐还付钱呢。李佳，别为难了，我自己想办法就是了。你再这么闹下去，以后怎么在这公司待啊？不待就不待，他今天要是不同意，我立马就辞职。你，李夏，闭嘴。哟，我们小立夏今天是吃了枪药还是怎么着？火气这么大，要不要给你弄杯冰水喝一喝？我不喝。岳正宇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我不同意。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，正宇？好，我有一个条件，如果有任何原则性的问题，我有权单方面终止合约。我同意。对了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报警，一旦报警，我金牌策展人的名义就全毁了。师姐，你放心吧。拜托诸位了，我先回去清点一下其他的艺术品，就不打扰了。好，慢走。师姐，你放心啊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帮你搞定的。好，那我回头让人把录像发给你。嗯。不过，真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吗？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好，有什么消息你随时通知我。好。拜拜，拜拜。李夏，我知道你没把我当老板看过，净跟我顶嘴，但是你今天说的话让我十分的不开心。李夏，你想帮你师姐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以辞职威胁公司去接一个完全不清不楚的案子，这不是一个成熟的保全应该做的事情。小李夏，虽然平时姐姐我呢带头跟着振宇闹，但是公是公司是私，这次确实是你做错了。我对不起，我是太着急了。对不起啊，他要是没这股倔脾气啊，也不可能一直死心塌地的跟着咱们这么久。那我师姐的事儿，这样吧，咱们可以前期调查，但是一旦出现问题了，就必须立刻停止或者报警，同不同意啊？明白。倔脾气，应该是视频传过来了。这个人也太熟悉这里了吧！而且这么多大大小小的箱子，他一打开就是他想要的。的确，这绝不是一件普通的盗窃案，对方明确是冲着某样东西来的。按照韩英所说，这个仓库里放的都是颇具价值的当代艺术品，随便顺手牵羊几个，岂不是更好？横竖都是之前的来源，并且明明知道有录像，还只是避开拍到脸。看来他非常清楚韩英不会轻易报警。而且最奇怪的是，他连密码都知道，实在是有监守自盗的嫌疑。不是，你们这怎么越分析越邪门啊？我师姐又没疯，她干嘛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呀？这也是莫名其妙的，今天干嘛你们都针对她？李夏，不要意气用事。这是什么？似乎是一个什么图案？怎么了，宝姐？这纹身我见过。你见过？什么时候？
做特警的时候，他们是一个文物盗窃贩卖组织，名字叫山月。我们曾经在边境与他们交过手，他们个个心狠手辣，几年前突然销声匿迹，没想到竟然藏在了这里。太好了，这么说就是有眉目了哈。那我们直接冲进去，然后干一场大胆，把东西抢回来。山月的人从来只对价值极高的物品感兴趣，而且身手不凡，招招致命。我们必须想一个完美的计划。那你们先想着，我先去打电话告诉师姐。调查一下韩英的资料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咦，他的多次展览都是东剧公司投资的，他跟玉石东认识，怎么认识的人全都搅进来了？还是那句话，咱们提前调查，但是一旦出现问题了，立刻停止。我同意。如果真的是山月组织，绝不是我们能对付的，他们一定持有武器。对，现在没有摸清他们底细之前，不能打草惊蛇。哎，但是咱们怎么潜入调查呀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女士你好，要点什么？来杯橙汁，谢谢。您的橙汁。嗯。欢心，不太对劲，他们直奔后厨，肯定有情况。收到。这是红魔，很正常。山月这帮老成员啊，都是偷渡过来的，他们是早有准备，把指纹磨掉了，换成了红魔扫描。何心，把餐厅的建筑图给我调出来。餐厅除了可以看到的开放式区域，厕所后面呢，还有一个200平左右的隐藏区域。这个仓库是可以跟密室连通的。从店内保安的等级来看，这个餐厅表面看是饭店，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山月的老窝。这下可麻烦了，红魔可不好复制，必须要近身接触才可以。
找人吗，美女？こんにちは。哪里と言われまで？日本人。哎，这地儿不知道。这地儿，怎么了？好像是个日本娘们儿。こんにちは。问问路，日本人。哪里と言われまで？可能我嘎达，你需要你，一个嗦。哦，一个一个。よし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うか、そうか。ございます。だ、こっちも行くの？そうか、そうか。よしよしよし。おお。刚才好像碰到我眼珠了，小立夏，你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呀？来，我给你带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欢喜，你还是给他带吧，这玩意儿可贵了啊！你笨手笨脚的，欢喜赶紧给带。听话，来。不用不用，哎呀不用。哎，你俩别闹，你俩别闹。妈妈，我自己来，你别闹。你眼镜呢？哎呀，都怪我进门没看着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别找了，再做一副吧，都算我账上。你们吃饭了吗？啊，没呢。要不我今天请大家吃大餐。啊？你今天要请我们吃大餐呀？嗯。你想吃什么？吃饭还不着急吧？就是您丢的那个什么当代艺术品，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它的价值？这个我也不好说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我耳熟能详的，也许万人看来还是很陌生。您说这话的意思，我就真不明白了。那这么小众的一个东西，怎么会透露风声，引得盗贼呢？这位艺术家的其他作品，在刚刚结束的春季大拍上拍出了300万的高价，许多主流媒体都报道了。所以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也不算是小众文化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查的怎么样？听立夏说你们已经找到对方老巢了，打算怎么突破？我们这个任务呢，细节不太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都是自己人。师姐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次的计划绝对是万无一失，天衣无缝。来，师姐，你坐。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，来。首先呢，我们会趁人不备在这儿放置烟雾弹，然后就可以制造混乱，我们就可以把客人全部驱散出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密室，接下来就似猫猫了。师姐，我说的你听懂了吗？我明白了。那你要不要我再给你讲的再详细一点？不用了，我听明白了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！着火了！快走！
来给我们走。前面有个巷子，先左转，再右转。走，这边，这边。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，敢从我山岳手里偷东西，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赶紧把东西拿过来。做梦！那我就给阎王多送三个小妾。咱们费了这么大劲，就为了这个啊？哎呀，那个师姐不是说了吗？当代艺术嘛，咱们不懂罢了。要不是山岳那帮人做贼心虚，没有节外生枝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给咱们带来多大的影响？伤口不是很深，不过可能要留疤了。我还怕疤？我身上疤多了去了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，没事。伯姐。我要是早点发现他身上有锁链就好了。立夏，这件事情解决的并不合规矩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放任你一个人乱来，只此一次，绝无下回。嗯，我知道。嗯，谢谢你们，真的，只要你们开口，我立夏一样刀山火海，义不容辞。又一个人开始演武侠片了，不过想想看，那个人是挺可怕的，阴森森的，我现在想起来还一身鸡皮疙瘩呢。幸亏那辆摩托车突然跑出来，不然我们这次是在劫难逃。嗯，不幸中的万幸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这事也太巧了吧。我觉得山岳那帮人没那么容易放弃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我做了这么多年，他们不可能每个仓库都知道。这东西真有那么贵重吗？怎么，你怀疑我？当然不是啊，只是郑宇哥说这东西做工挺粗糙的，也不知道山岳那帮人为什么这么拼命。立夏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山岳之前找人跟我接触过，软硬兼施的一定让我跟他们合作，上演坚守自盗的把戏，我没同意。啊，怪不得。这回真是多亏了你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和你的同事。好了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你快走吧，师姐，在室外待久了不安全。
是这样。我想问一下，您看到有一个蓝色衣服，然后拿着箱子女孩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看到。为什么要我把货从雕像里取出来？山月已经怀疑雕像有问题，我们必须更换交易方式。我决定出其不意，不采取任何措施，直接交易。检查一下吧。我相信你。东西是拿回来了，但是徐峰没死。这意味着以后我们所有的交易都存在风险，你明白吗？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你尽力了？应该说是国威保全尽力了吧？你以为我出国几天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吗？真不知道该夸你变厉害了，是变没用。这么点事情，你居然还能节外生枝，把国威保全裹进来干什么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居然还能做出这么让我失望的事情。因为我已经是半个废人了。你说什么？之前在香港，山月劫持我想要跟你谈判，我逃出来了，肱骨和锁骨粉碎性骨折，装了人造骨和钢钉。之前得知任务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？我怎么说？我明明知道这么多年只是在利用我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你还会见我？你别这样，我最怕你露出这样的表情。这么多年，无论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。牙碎了往肚子里吞，就是怕你露出对我无话可说的表情。让我做你的女人行吗？我如履薄冰这么多年，就是想要靠近你，了解你，和你在一起。不要告诉我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蠢事吗？
回去吧。之前我不知道你身上有伤，既然这样，我想你也是时候该退休了。别怪我太自私，游戏规则是怎样的，从你下山找我的那一刻，我就告诉过你。那立夏呢？他就是你用来接替我的，是吗？这和立夏没有关系，你以后也不要再跟他联系了。你走吧。好，我走，你别后悔。东哥，要不要？算了，他毕竟跟了我那么多年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东西先出手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。我也会联系一些老客户，别让我失望。东哥放心，他真是我老婆。我家里有急事，他手机关机你就告诉我好不好？对不起先生，我们酒店有规定，不可以泄露顾客的隐私和秘密的。哎呦，我刚看着他进来的呀，对不对？你不能骗我，你不能把我当坏人吧？对不起先生。哎呦，我求求你，你给告诉我好不好？你这样我很难做的。哎，你是真倔啊你。早就想约你出来，结果忙来忙去，今天才约上。师姐，几天不见你瘦了好多啊。是吗？嗯，可能最近有点累，过两天要举办一个亚太当代交流展，筹备起来一堆事儿。这次去最主要的是要认识一些当地的藏家和新锐艺术家，里里外外一大堆事儿，听着好复杂。你怎么了？生病了？昨天在库房清点了一夜，可能是感冒了。师姐，你再忙你也要注意休息啊。你真要心疼我，就过来跟我一起干吧。我呀，我一个糙人，对艺术完全不懂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同门师姐妹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糙，我能高雅到哪儿去？可是艺术品市场买卖的其实就是一个品味。而品味是可以培养的，我可以，你当然也可以。更何况，我现在最信任的人也就只有你了。我呀，你该不会人生理想就真的只是做一个保全人员，天天打打杀杀的吧？从小进武校不是我们的选择，当然起初我也跟你一样，以为自己只有耐打这么一个深耕立命的本事。但是后来我才发现，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不多去尝试尝试，怎么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？改变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，难道你永远只想做一个保全人员，站在你敬爱的玉池叔叔身边吗？我只是想报恩，真的没有别的想法。我知道，但是以你现在的能力，你能报答他些什么呢？他又需要你报答他些什么呢？你好好想想吧，是跟我重新开始，还是跟你那些朋友停滞不前？我把韩英所说的艺术家的作品我全都查一遍，根本就没有那个雕像，他绝对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呀？这钱也结了，事情也结束了，你是不是最近闲得慌？欢欣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，这件事情跟我们确实没有任何关系。立夏，你说呢？立夏，啊，波姐，怎么了？
我们家小立夏最近在想什么糊涂心思呢？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就是有点想我师父了。这不是我师姐的车吗？郑宇哥，你跟踪我师姐？韩英一早就知道这个渡口会发生起机事件，她早就在事发当前的一小时在这等着了。她可能是担心我们，或者是正好路过，然后就把车停在那儿了。怎么了？不，这的确有点奇怪。他跟这个。这不是那辆摩托车吗？巧就巧在这辆摩托车同时与韩英在1公里之外的停车场等着。这么说，那场袭击并不是意外。所以我觉得，韩英从一开始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雕像，而是为了杀徐峰。徐峰？徐峰，他是山岳的第四代头目，生活在海外。半年前，第三代头目徐家辉被杀身亡。所以他就返回了香港，为了夺权，他把上一代元老全给干掉了。这个人心狠手辣，最擅长的就是偷袭，还有藏身术。可是韩英为什么要杀徐峰呢？这点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才跟踪的。够了啊！师姐之前是被山岳威胁过，所以他才故意来给师姐捣乱的。师姐知道我们的任务计划之后，在那等着，就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呀。我不明白，就这么一点小事，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搞得那么大那么坏呢？杀人，如果师姐真的想杀徐峰的话，徐峰未必是她的对手，她是我的同门师姐，她的武功比我高多了。是我们是从山沟里长大的，但我们不是山贼土匪。这是两码事儿。怎么两码事儿了？如果师姐不是好人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，所以你们怀疑她就是怀疑我。立夏，你冷静一点。如果这个事情出现问题的话，你也是我怀疑的对象。还有，真相只有一个。咱们国威公司走到今天不容易，我不允许有任何人因为个人情感原因给咱们公司带来巨大的危险，尤其是那韩英身份复杂的人。身份复杂？我跟他是同门，那我是不是也是身份复杂呢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哎，我问你啊，韩英这些年做的什么事业，他搞的是什么生意，你知道吗？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也查不出来。现在只知道他是策展人的身份。我是为了咱们大家的安全，也为了咱们公司，所以我必须要查清楚。如果说你要接受不了的话，我可以让你休假，等这件事情完成了你再回来。你是在赶我走吗？不，立夏，郑宇的意思就是让你休息几天，他怕你累着。就是，郑宇他嘴笨，他的意思其实是说呢，你从进公司以来就一直没有休息过，他想说正好借着这几天不忙，让你放个假，好好休息休息，是不是郑宇？郑宇，好，我走。立夏，郑宇，你真的是，立夏。
什么？挖走立夏？那立夏说什么？他想去帮他师姐。看来立夏是真的动心了。岳正宇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立夏打电话，跟他道歉。你不会真的想他离开我们吧？他是去是留是他的选择，我不能绑架他的选择吧？事到临头了还死你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看来他是铁了心要背叛，立刻把少峰在韩英收到的消息放给山月，到时候我们来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东西要拿，人必须死。以后你就坐在这儿，记住，有事不要找我，没事儿更不要找我。立夏，年龄20岁，身高1米65，体重45公斤，臂长55厘米，腿长90厘米，兴趣爱好滑板，擅长少林拳，性格活泼外向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猜的。执行任务当中，坚决不能摘耳麦。这次算他运气好。但保全必须做到万无一失，不能光靠运气。手机就不用带了，一路上很多地方都没有信号。我给你准备了这个。嗯，怎么？后悔离开你的伙伴们来帮师姐？你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。我不后悔。这回要出远门喽。是啊。还是那老女人，对，好烦。大哥说他跟他老板翻脸了，货也被他给偷出来了，这次要人货全拿。Oh my god， 韩英竟然是一个走私犯！不行，我们得报警，线索太少了，我们连他走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现在发愁的是立夏该怎么办。咱们的傻乎乎的立夏。被人拐了还给收钱呢，那你赶紧去联系立夏呀。我联系了呀，你没来之前我就联系了呀，我给他打了电话，手机关上机呢。我只定位到他在一个公寓里，我估计是韩英家吧。立夏把战斗手表也送回来了，我们可怎么找他？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，就是我在调查立夏手机的时候，发现他在辞职之前给一个陌生号码发了很多的信息，而且他认为这个号码是尉迟东的。有人在立夏的手机上做了手脚，那这个人一定是韩英。
这个韩英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拉着立夏？立夏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秘密。那如果是看中立夏能打呢？山原那帮人不是说韩英受伤了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在他的计划里，利用完了立夏会怎么处置他呢？立夏就算再喜欢那个姐姐，得知真相以后，肯定也没办法承受的。如果韩英起了杀心呢？我们不知道韩英的路线，想办法跟着徐峰他们呢。不行，我们跟他们交过手，近身跟踪很容易露出马脚。沿途他们一定会换车，车子的定位也不太可行。等等，我倒是想到一个主意。上次咱们和徐峰交手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有个习惯。不用找了。哦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我们本店现在有活动，然后送您一个吉祥物吧。欢迎专程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成功了，希望他能喜欢那个挂钩。趁他没有发现，你们也出发吧。Yes, sir。出发。你等我一下。你好，我预定的房间。东哥，刚刚传来消息，立夏被韩英带走了。什么？谢谢。立夏。108房间，你先进去。啊，那你也快点时间。喂。东西你拿走了，还拿立夏当挡箭牌。心疼了。要多少钱？说，我出。立夏还是个单纯孩子，别把他牵进来。我跟了你七年，死心塌地的为你卖命，却比不上一个小丫头骗子。这事和立夏没关系，让他走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还要他帮我跟山月交易呢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是我韩英什么人？你凭什么命令我？你不是最心疼你的小丫头片子吗？那我就让你永远都见不到她。你会后悔的。我最后悔的就是七年前爱上你。前面左转。师姐，你赶紧去冲个凉水澡啊！一会儿到12点，连凉水都没有了。好，我等会儿。立夏，穿上衣服，我带你吃点东西。哦，
臭婊子！湿的，应该有人用过。窗台有两个脚印，像是女生的，应该是韩英跟立夏。300万什么意思？字迹是新的，看上去是女性字体，而且不是立夏的，韩英写的。她想跟徐峰做交易。不好，她千方百计的想带走立夏，就是想把她当诱饵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立夏的处境很危险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。这样，邓博，这边是边境，你比较熟悉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啊！我跟欢欣去找那个徐峰。没问题，走。走。老大，他们对这里的路熟。搞不好已经出境了，前面是几个国家的临界点，是个三不管地带，咱们怕什么？没人管的地方，咱们正好可以帮他们管管。老大，后面的兄弟说国威的车在后面跟着咱们。我们本店现在有活动，然后送你一个吉祥物，我帮你装起来。靠这小把戏，好，跟老子玩，老子陪你玩到底。停车。韩英，小婊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偷了我的东西，还想让我拿钱买回来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什么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时间、地点。看你往哪儿跑！现在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查查这附近有没有适合交易的偏僻的，但是视觉要开阔一些的地方。好，没问题。师姐，这是什么地方呀？你等我一下。好。师姐，怎么没人呢？这是什么呀？穿上。不就是一次交易吗？不用穿这个。
车里面，以防万一。你不懂，这是三不管地带，为了钱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你是我师妹，是我把你搅和进来的，我也必须把你安全的带回去。可是师姐，你不是跟他们很熟吗？不会吧？熟人也必须防着。师姐，怎么没人呢？出来吧。师姐，他们是山月的人，之前偷你东西的就是他们。冷静，听我说，山月一天拿不到东西，就一天不会放过我们。钱呢？是熟人，也得防着。我有办法。镜子呢？晃他眼睛。拿过来，老实点。的女保安一定知道韩英的下落，走，我去问她去。快去报社！都别动，把人都给我带回去。查到了，我查到韩英带走的是什么东西了。立夏，你回来了，你脖子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伯姐。冬瓜，韩英带走的到底是什么呀？警方根据线报推断，可能是曹操的葛虎大戟。葛虎大戟，那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兵器吗？上百年都过去了，木柄都留不下来，只能是毛头残片而已。这个很重要吗？非常重要。根据线报，有人花大价钱召集了雇佣军，警方怀疑很可能就跟这葛虎大戟有关。有没有关系已经不重要了，立夏已经找回来了，剩下的事情还是交给警方吧。我要去。
我得去救他。立夏，你差点被他害死，你还要去救他吗？我跟他是同门，他可以对我不仁，但我不能对他不义。让去吧。不管玉树东给你多少，我都给你他的双份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说。我要葛虎大吉，我还要韩英给玉树东死。许芳，做人得留有一线余地呀。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只要你肯帮我。钱，我再多付你一倍。OK， 反正我们也是做生意。我做生意讲究诚信，为了让你相信，我就带你看看我的实力。打开。大吉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据说曹操生性多疑，临死前盖了好几个假墓穴，就是为了防备别人挖坟掘墓。如果谁能找到这个葛虎大吉，那么就能证明真正的墓穴所在地。所以这个不光是文物，而是备受瞩目的考古发现。怪不得韩英一直很谨慎，滴水不漏，也并没有着急出手。徐峰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，想趁着消息没有传出去之前，把这个东西弄到手。关键是。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韩英在哪儿。咱们不知道，他们知道。说。收到。目标确定。准备出发。上车。下呢？他人在哪儿？他可能已经死了吧？你说什么？瞧瞧你惊慌的样子，我还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你玉池东会这样呢。他到底在哪儿？你就那么在乎他？你煞费苦心的在他面前装作一个慈善家干嘛呢？实话实说的告诉他，你就是一个盗墓起家的小混混，现在搞搞走私，再把钱投入你的慈善基金里面洗一圈出来，不是更容易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一起发大财？你根本不了解他，别逼我动手。说这话的应该是我。我告诉你。我已经看腻歪你们俩纯情的戏码了。你的女人和她的伙伴们都好好的，你要如果是为了这个来的，就可以回去了。从此你做你的慈善家，我做我的买卖，我
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。把他放下。别告诉我该怎么做，你没这个资格。就是你的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给我打！小陈，小陈。玩笑一点都没幽默，这个根本就不属于咱们公司的服务范畴，对不对？我跟你吵这玩意儿就是为了笑笑的。我的意思啊，咱们还是等警察来拿货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是真的想辞职了。我也是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这样贸然进去，就是在送死，送死你们。山野这帮人钻了空子，手榴弹。弹药不多了，你从后面出去，我来掩护。那你呢？刚刚有句话我说谎了，不再见你，我做不到。
下。看来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立夏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现在多危险！尉迟叔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走！枪，这个又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谁能告诉我？保着命出去再恨我吧。尉迟弄跑了，给我追！一个人面前，叔叔，你别说了，我不听，你别说了。忘了海英，好好活下去。
我们不值得你记得，也不值得你感恩。左边路。尉迟恭，你也有今天，我真是想不明白，像你这种人还能为情所困。当年你为了一己之私出卖兄弟、杀害我爹的神气劲儿去哪儿了？我看不起你。咱们今天就做个了断吧。废话少说，有本事你就开枪。那我就成全你。别动！心没肺的笑，我不该认识你。叔叔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。立夏，你哭起来不好看，以后不要这么爱哭了。师姐，我来看你了。你在那边还好吗？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山月被警方捣毁了。至于尉迟叔叔，自从他那天从医院消失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最近放纵自己，想了好多过去的事情。我记得师姐你说过，你最喜欢夏天了。可是我现在才明白，你说的痛快是什么？我是不是太迟钝了？师父说，人只有在不如意的时候，才会不断的回想过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决定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所以，我可能不能经常来看你了。至少到这个夏天结束。不会吧？师姐，我走了。我能用我的生命证明我爱你，那你倒是证明给我看呀！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我要死了，你下半生怎么办啊？你死不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今儿先这样吧，我累了。哎，倩倩，倩倩，哎，你们仨倒是帮帮忙啊！帮你什么忙啊？帮忙把你推下去。拜拜拜拜！哎，你们仨干嘛去？哎，我现在腿有点软。这上面风太大，你们帮我扶下来呗。你不证明你的爱了？哎呦，证明什么呀？人都走了。哎呦，
你们快上来扶我一下。还是没听说有人自己要跳楼，提前把保全叫过来的。岳正宇也是够了，跟这种人续什么约呀？岳正宇什么人？你还不知道啊？真是麻烦。我觉得我们还是速战速决吧。嗯，动手吧。你等着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去啊？哎呦，这不扶我下来呀？哎。